各位同学好，今天我们的单元要介绍热学，那么这个部分呢，要补充给各位，学习阅读。补充的内容是有关于热力学的定律。我们今天来讨论两个定律，一个叫热力学第零定律，一个是热力学第一定律。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这个单元的主角。我们学过热力学提到的是不受外界影响的独立系统。如果甲的温度等于乙的温度，乙的温度等于丙的温度，那么甲的温度一定等于丙的温度。这个概念就是达到热平衡。因此这个定律我们是称为热力学第零定律。为什么会是热力学第零呢？因为热力学的第一、第二这个定律是比较早的时候就把它定下来了。可是后来发现这样的一个热平衡其实是热力学非常重要的概念。因此在一跟二，那我们只好编号为第零，零更是这个热力学的重点。所以第零定律说明的互相处于热平衡的物体之间必然有相等的温度，它的重要概念就是热平衡。接下来呢，要补充的一个是热力学的第一定律。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其实说穿了，它就是一个能量守恒的概念。它就是一个能量守恒的概念，所以它是一个能量守恒。那这个地方会涉及到功 W 跟热量 Q 这两个物理量。我们来看一看底下的内容。系统跟外界的环境，它们之间的作功是会有交换的。所以上次特别跟各位提到的，我们的 PV 等于 NRT， 这个来讲呢，其实它就是能量的概念。它这个能量的因次，它是因次是跟能量有关，所以可见这个呢也是能量的因次，所以它的因次也是能量的概念，所以因次跟能量它是一样的。因此我们看到 P 跟 V 相乘，你就可以了解它的单位其实就是能量。所以压力跟体积的函数关系，它的关系是，如果是压力跟体积的函数关系，那么你可以知道的是 P 跟 V， 如果你是围起来的面积，这个面积呢其实就有功的概念，所以面积呢就有功的概念。因此我们要先提到的压力跟体积的函数关系，如果问你围起来的面积有何意义，那这个意义一定跟做功会有关系。它的因次呢就跟我们能量的因次是相同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名词，叫做内能。什么是内能呢？我们定义，许多的原子或者分子的质点呢聚集在一起，就会形成的热学系统。所以当一杯茶、一瓶汽水或者气缸内的气体，它都可以是一种热学的系统，这是一种聚观的系统。那一个系统的内能，内部的能量，我们代号用 U，
包含组成系统内部分子的动能，还有分子之间、分子内它们的位能和。系统在不同的温度、压力、体积的状态下，它的内能 U 会有不一样的现象。所以系统的内能，它其实呢是跟温度，系统的内能跟温度、压力、体积这个因素有关，我们可以把它形成了一种函数关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明的，一般而言，你要求得系统内能的多寡是不太容易的。当状态改变时，内能的变化只和最初的状态跟最后的状态有关，跟它的过程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呢跟我们呢在谈到力学的概念呢很接近。如果系统在变化中和外界没有热交换，或者是转移的热量是零，我们称为这个过程叫做绝热过程。所以绝热过程，未来各位可能会常听到这个名词，那就是里面跟外面、系统内跟系统外，它并没有热的交换。在绝热的过程中，没有热量的进出。所以由我们学过的力学有一个功能定理，外力对系统如果做正功，则系统的动能会增加。同理，如果外力对系统做负功，那就是系统的动能会减少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如果是系统外力对系统做正功，那么系统动能会增加。动能是内能一部分，因此系统的内能也会增加。像这一张图，图一可以告诉我们的，这就是有所谓的系统，所以这边有活塞。所以绝热系统的过程中没有热进出系统，那当活塞往下推的时候，外界对气体做功，所以气筒的内能、系统的内能会产生变化。这就是活塞被往下压，所以呢是外界对系统做功，外界对系统做功，则系统的内能会有变化。同样的，如果系统呢对外界是做正功，则物体会获得动能，外界的物体，也可以说系统呢是将能量传到外界的物体上，所以系统的内能将会减少。换句话说，我用我内部能量去对外面做功，所以我自己的能量就会减少。所以能量的转换的过程中是可以写成 Beta U， 那就是能量内部能量的变化会跟做功有关，哦，做功有关。所以这个地方的 W 呢是代表系统对外界做功，所以当我减少呢，那就是我做功加一个负号。但是如果 W 是小于零，则负号 W 小于零就是负的，前面又有一个负的，那就会负负得正，是代表呢外界会对系统做功，所以外界对系统做功，造成系统的内能就会增加。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概念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讨论的是，在外界跟系统彼此没有做功的过程中，那功是零，则系统如果从外界吸收的热量，例如说火源，哦，火源，那么系统内能也会增加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，这个是锅子，
当锅子呢是外界瓦斯炉加热，则锅炉内部就是一个系统，那锅炉内部的内能就会增加。所以如果是系统放出热量给外界，那系统内能会减少，这种能量的转换程序就可以写成 ΔU， ΔU 就是内能，会等于 Q， Q 呢就是系统对外界放出的热量， Q 是一个热量。所以当 Q 是系统吸收的热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的系统吸收了热，那我内部的内能就会增加。但是如果我的 Q 是小于零，那代表呢是系统对外面放出的热量。那系统对外面放出热量，那这个时候系统的内能就会减少。因此当热量输入系统的时候，这个热量就会造成系统内部分子的动能增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温度升高了，所以当你的分子的动能增加，系统的温度就会升高。如果这个热量并不是用来增加分子的动能呢，这当然是有可能的，这个时候系统内部的位能就会增加。那系统的位能增加，那前面讲过的动能没有增加，所以温度没有升高，可是我仍然有吸收了外面给我的能量，增加了我分子之间的内能。这个时候这分子之间的内能是使得分子之间的位能增加了。所以呢，当我让位能增加的，位能增加就可以改变分子的平均距离，那么系统的温度仍然维持不变。请问各位是否想过，你曾经学过的哪一种是外面给这个系统热量，可是温度没有升高，但是能量跑去哪里呢？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到冰跟水的问题？当我吸收热量的时候，我零度C的冰才会有足够的热变成零度C的水，零度C的冰到零度C的水温度没有升高，所以分子的动能并不会增加。但是这样的能量就来打破分子之间的间接，因此会让分子的距离越来越大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的，是不是固态变成液态这样的融化热的概念。所以输入热量提供了物质相变化所需要的潜热，所以潜是藏起来，所以潜热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位能的形态。所以我从外界，就是系统从外界吸收热量，可能的情况是温度会升高，也有可能是温度暂时没有升高。所以这样的概念也跟内能有关。所以综合前面的一跟二，对一个系统而言，同时热量会进出，还有对外界做功，或者是外界对系统做功，从能量守恒定律的观点可以知道，系统内部的变化是等于热跟功造成的能量转移。所以你可以知道的，这个 Theta U 是内能的变化， Theta U 是内能的变化，而这个 Q 呢是吸收的热量，系统吸收的热量。而 W 呢，这个 W 是系统对外界做功，
系统对外做工。好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概念。所以这个关系式呢，就是 delta U 是 Q 减 W， 所以 U 是系统的内能，而 Q 呢是系统吸收的热量，系统吸收的热。那 W 呢是系统对外界做功，因此依照热能的能量守恒定律，这就是热力学的第一定律。我们可以再来补充，如果有一个气缸，气缸内的系统我们称为气缸内气体系统，当气缸内的气体是一个系统，加热外界就会给我们气缸加热，那么系统对外界做功是 W， 就会推开活塞，则系统的内能变化 delta U 就会是等于 Q 减 W， 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情况。因此热跟内能都是能量的形式，但是很容易让人家混淆，以为热是储存于系统内，甚至呢认为温度比较高，它们系统的热就会比温度低的系统所含的热来得多，这是迷思，并不是正确的概念。正确的描述应该是说，系统内能具有多少，系统的内部具有多少的内能，但是不要说系统内部含有多少热。热是一种能量的形式，进入这个系统或离开这个系统，也就是外界输入或者是系统对外界输出，所以使系统的内能会有增加或减少的情形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能说系统内部含有多少功，系统内的功并不是有意义的物理量，功是系统与外界因为失力而导致的能量转换，所以外界对系统做功，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做功转变成什么的能量的概念，所以它是一种转换的意思。如果系统对外界做正功，则能量在这个过程中会从系统移到外界，所以系统的内能就会减少。同样的，如果外界对系统做正功呢，则系统的内能就会增加。因此我们可以把人体当作是一个热力学的系统，每天吃饭吃东西进食，那这个意思是补充我们人这个系统能量哦，热量，对不对？能量，那人体系统内能就会增加。每天呼吸、运动、活动、走路啊、读书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对外界做功。那对外界做功，我们的内能就会减少。如果这样一天下来，系统的状态没有改变，很简单的说，那就是内能的变化没有，那内能变化没有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表示说，我们应该这一天来讲，就没有足够的内能让自己变胖，同样的呢，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变瘦，因为内能变化是等于吸收的系统，人体对人体而言，系统能够吸收热量，减掉 W 就是对外界做功。如果刚刚好是平衡，那就是相减等于零，意思是我吃食物啊、进食啊、吸收热量啊，就会等于我走路啊、运动啊、对外界做功的 W。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代表是每天对外的做功量等于所吸收热量，则体内的能量叫内能，就不增不减，这样就可以维持固定的身材跟体重。这个呢，概念可以说是
热力学第一定律，它的基本概念其实就是能量守恒。我们举例说明，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在温度100度 C， 气压一大气压，质量一克的水，受热以后完全气化。如果在气化过程中，系统对外界是做功170焦耳，回答下列问题。在此气化过程中，系统对外界对外界对系统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外界对系统输入的热量是多少。第二个是在这个气化过程中，系统的内能变化是多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气压一大气压，质量是一，那气化过程事实上是温度没有变，是不是啊？没有错，温度没有变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想，气化是外界输入热量就是气化热，所以依据热力学的概念，系统内能的变化等于吸收的热减去对外做功。好，所以刚刚讲了水的气化热，大概各位可以知道的是每一克540卡，那相当于焦耳，就换算成焦耳，用热功当量来换算，就是一卡约等于 4.186， 再换算成这样的概念，就是这个结论。所以呢 ,1.00 克的水气化时吸收的热量就是外界输入的热，就是气化热。那等于多少呢？就是等于540卡，也就是等于2260焦耳，如果它是一克的话。这就是系统被外界来输入的热量，所以这就是气化热的概念。再来呢，他问你说气化过程中系统的内能变化呢，内能变化是 delta U， 那就是 Q 减 W， 所以我吸收的是气化热2260，再减掉呢170，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内能增加了2090焦耳。所以我们可以讨论的是水吸收的能量大部分是放在系统内，而使得系统的内能增加，另外大概只有 7% 提供给系统作为对外界做功之用。由于温度没有变化，所以增加的内能是来改变分子之间的距离，使得水能够气化成水蒸气。这一题的范例题可以让我们了解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讲下一个单元的时候，需要复习前面所学过的气体的内能。之前分析气体动力论提过，热学系统的内能为内部各分子的动能和分子之间的位能的总和，而理想气体的分子数如果很多，而分子线距离是很远，那么分子跟分子之间我们就视为没有什么交互作用，而忽略了分子之间的位能。所以理想气体的内能仅跟分子的总动能有关，因分子平均动能跟绝对温度是成正比的，所以理想气体的内能也仅跟温度有关，它是一种温度的函数。所以我们已经学过，所以现在复习。所以内能呢就是总能量咯，就是动能，所以动能是 N 个乘以2/3 KT，最后写出来的就是2/3 PV。 所以当密闭容器内的温度增加 delta T 的时候，系统的内能变化就会是 more
未能，就是末的内能，减掉初的内能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变成二分之三的大 N 分子数乘上 k 波兹曼常数，再乘上温度的变化，这是系统内能的变化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呢，要继续描述的是，不论是对理想气体加热，或者是做功，就是对系统加热或系统做功，如果分子数目保持不变，则增加的内能做什么呢？就会使分子之间的平均动能增加，因此气体的温度就会升高。这个概念呢，是非常重要的结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举个范例题。这一题呢，当然稍微复杂了一些，所以我们可以补充。密闭系统中的气体循环过程，纵轴代表的是压力，横轴代表的是体积。那刚刚我们有特别说明了 P 跟 V， 它的坐标是代表的面积， P 跟 V 两个相乘，它是代表有做功的含义。所以它告诉你呢，如这个图所示，从 A 到 C，A 到 C， 那就是 A 到 C 需要从 A 到 B，B 到 C，C 到 A， 你看这个过程，所以 A 到 C 是 A 到 B，B 到 C 这个过程的走的哈。那它告诉你呢，系统的内能增加了700焦耳。那如果沿着 A、B、C， 则系统对外界做功是500焦耳。这个意思不知道你是否看得懂哈？那他就要问你这底下的问题：当 A 到 B 到 C 的时候，系统需要吸热呢，还是要放热？那到底要吸热多少，还是放热多少？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。系统的内能变化，系统的内能变化是等于吸收的热量减去对外界做功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所以依据功的定义，在定压的过程中，那么做功呢，就是力乘上位移，那也就是力是 PA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 F 呢？F 除以 A 这个概念呢，才叫做 P， 对 ，P 是等于 F 乘以 A， 所以你可以知道 F 呢是 PA， 好 PA， 好，再乘上这个，可以发现呢是 A 乘上德塔 S， 其实它是德塔的体积，所以表示系统对外界做功，是压力与增加的体积相乘，所以系统的做功对外界做功，它有压力跟增加的体积相乘的这个意义。好，再来呢，系统如果是谈到内能变化跟过程没有关系的，它只跟最初跟最终有关，我们前面提到这个，所以你可以看啊，如果内能是 A 到 B， 然后又到 C 又到 A， 这个过程是不是等于内能变化的 A 到 B 到 C， 然后加上内能变化的 C 到 A？ 第三个概念就是，系统在相同的状态下是具有相同的位能，也就是状态相同，就温度相同，那它这样的话是具有相同的内能，因此我们就来分析咯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要问我们的 A 到 C 系统吸热或放热多少，所以 A 到 C 你可以发现已经知道了， A 题目告诉我们说 A 到 C 系统的增加是700焦耳，
再来的话是，系统如果是 ABC 是500，是系统对外界做功是500焦耳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，一个是 A 到 C 内能增加700焦耳， ABC 是系统对外界做功500焦耳。他要问你，请问 ABC 系统需要吸收或放热多少？那你就可以看哦，我已经是700焦耳了哦，那等于 Q 减掉对外界做功500，所以你发现这个 Q 就是系统从外界吸收的热量，所以外界会送进来1200焦耳。这个意思是系统需要吸热120焦耳。好，这个概念呢也没有问题。再来第二个问题，他问你说，那 A 到 B 系统对外界做功多少？ A 到 B 呢，你可以发现它是压力没有变，可是呢体积有变，体积改变了，所以我们就利用 P 跟 delta V， P 跟 delta V 的关系哈。所以你可以知道了， B 到 C 的过程中是体积没有变，所以系统没有做功，所以 A 到 B 和 A 到 B 到 C 的过程中，系统对外界所做的功相同，就是等于多少？就是等于500焦耳，也就是题目告诉我们的。题目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题目告诉我们是A 到 B 到 C 系统对外界做功是500焦耳这一句话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的 A 到 B 到 C 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就是 A 到 B 就好了，因为 B 到 C 它的体积没有变化，所以他问你 A 到 B 系统对外界做功就是这一句话，就是500焦耳。因此你只要知道它的图形所代表的含义就可以。再来第三个问题，他要问你 A 到 B 到 C 到 A， A 到 B， B 到 C 又回到 C 到 A， 那问你系统内能的变化是多少。好，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呢，它是循环回到 A 了，就回到 A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的内能变化到底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又回到原来的状态。所以我们的前面说过的内能的变化是最初跟最末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从 A 又回到 A， 所以呢，内能变化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。所以第三个问题解决了。再来第四个问题，再回顾一下题目问我们什么啊？第四个问题他要问我们的是 C 到 A 内能的变化， C 到 A 内能的变化，再看一次哦， C 到 A， C 到 A， 所以呢它的体积变少了哦，所以它是体积变少了，那可见呢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会不会有外界来助攻。所以它告诉你呢，从 CA 到 B 到 C 到 A 这个过程的内能变化是零，这没问题。所以呢，零那就是一开始的700 A 到 B。然后 C 到 A 的话，那 B 到 C 没有变化，但 C 到 A 的时候它告诉你是多少呢？它就要问你整个过程是零，然后呢 A 到 B 是做功了700，那问你 C 到 A 那内能会增加多少，所以从 C 到 A 来看它就变成负700，换句话说，负的是代表减少，所以最后系统的内能
就是减少了700焦耳，所以你可以得到的 C 到 A， 你可以发现它呢其实是体积变少的过程，因此它在问你系统的内能是减少了多少，就依据它前面所告诉我们的概念，题目特别提醒了几句话，第一个呢是 A 到 C 系统内能增加，所以 A 到 C 系统内能增加，那它现在回去的是 C 到 A 的意思是不是相反？那就是一个增加，那一个就是变得减少。而 A 到 B 到 C 的话，它已经告诉我们的是你的 B 到 C，所以这个过程中，我只看到最初跟最后，所以 A 到 C 增加内能，C 到 A 你就可以知道，它就是加一个负号，所以负号就是减少了，所以你可以从内能的特性，最初跟最后，所以再强调一次的是，今天呢，我如果是讨论内能 U。那我讨论的是 A 到 B 到 C 又回到 A，那它的内能呢，其实就是零。那么如果你今天 A 到 C 内能是增加，那 C 到 A 内能就是减少，所以它的数字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能这样思考，对于外界对系统做功，或系统对外界做功，或者是内能的增加或内能的减少，你在判断上应该就会比较有明确的概念。这个部分是补充热力学的第一定律，给各位了解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。